Alim Kucing. Okay, hello, Mobis. Okay, 阿林 Kucing， 这个是成语来的。阿林 Kucing 是一个成语来的，就是双面人。等下我们再写话仪式。知道什么叫双面人吗？在你面前讲你好话，在你背后讲你坏话。这个人每个人都试过啦，有没有人试过讲你们坏话？还是你们试过讲人家坏话？啊，都有。各位有讲过人家坏话吗？肯定有啊，有都试过啊，是非讲人家是非。Okay, something like that. 讲蔡徐坤也是一个是非嘛，对不对 ？All right, 讲某个 tempo 就是那个脸像墙壁这么厚，就是厚脸皮啦。巴达干达呢？等一下我们看那个意思，还有这个听歌颂。然后第二题呢，有一些诗叫做可朗松安、可瓦吉班、可米斯基南、可什南安，它的同义，它的字都是全部有那个 K E A N K E A N K E A N 的这个 pattern 的。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到吵架的话，有一个字叫做 dependa。你不要看图片啊，这个我们看这边 dependa、dependa。di perita di panta 这些生字，然后还有这个第四题的也是蛮难的，这生字这个很长出的叫做所谓的 kucha kacu 被混乱，然后 di bola balikan di chora chorekan di gempa gempukan 有这个 menimbang menghitung mengukur mengira， 所以我们来回来这边一步一步来，一个一个来看，我们先写那个华语字或者是英文字，你自己喜欢。Alim Kucing 写下去假惺惺。Okay, pretend to be kind. 然后 muka tempo 是脸皮厚 ，thick skin. 然后 pada ganda 呢，就是失去落脚地，没有了自己的地方。Okay, 然后还有这个 tin kosong. Okay, 就是我们的那个吹牛，一个纸上谈兵，只会讲不会做，这个叫 tin kosong. Mobis 你们这边多少个人？四个还是三个？有吗？五个，很棒 ，OK。周末今天没有来。八大嘎鸡，肚子。八大嘎鸡啊！周末八大嘎鸡，今天脚，所有脚痛。谁？文凯。对啊，宇俊啊，宇俊的脚也是断了，周末。宇俊呀，断了。周末。打白明灯。白明灯，周末打白明灯，你用脚来打。崴到啊！想学歌手啊，这么帅。是啊。哦，所以有句是国手来的，阿明有句是门学校代表，也不是啊。不该了，你不要讲有李宗伟这么厉害哦，你连李子嘉都不如我讲。哎，一轮游一轮游 ，All right， 好了，所以是有句一个人受伤了啦。哦，脚受伤，什么事情？什么意思要受伤？是脚断了，是包着那个伤口啦，还是扭到而已？屁股痛，崴到，断了。那脚还是这样直的吗？还是已经变歪了？欸，你会变 gay 了，你知道吗？脚一歪，我会变 gay 了。什么 ？Not straight anymore 没有什么大碍，哦 ，OK， 不要变 gay 了啦！突然间，我看到你去那个 One U 那边牵着一个男生手，这样就很恐怖。你真的变有局面了，说。来，好了，来，别人看听到我讲话的，跟我讲 hello 一下。Hello， 别人看。哎 ，Can hear me？ 啊，听得到。Okay, good, steady 啊。那我们来写一写这个第一题的意思 ，OK。然后第二题这个字可朗松安叫做持续性，可朗松安叫做持续性 （sustainability）， 可瓦吉班叫做 responsibility， 可米斯基南叫做贫穷，可什南安叫做安逸 （easy living）。OK， 先写这些字先。这是第八 set 啦，所以没有的话，请看 WhatsApp 吧，那边可以导入下来。WhatsApp 导入不到的话，跟我讲，我再 send 过去试给你们。你们 Mobi 四个人已经有导入了吗？还没，已经有 print out 出来了吗？有啊，王凯。嗨。好，这你们的反应。OK， 好，走啊，下一个好了吗？四个字好了啊。对啊，走，下一个第三。第三题，等一下你看那个问题的时候，你不要看图片啊，你看句子来回答。来，底本大就是被责骂，被人家骂，
七号可以看到吗？是 OK 啦，那字可以啊。然后 Ditambala 是被挖苦，被人家整你坏话。还有这个 Diporinda 是被命令 ，OK。Dipanda 是被反对，这几个字。OK， Dipanda 是被反对。有的不见了。哦，讲还在听，他听没得。OK， 好了吗？知道吗？我来啊 ，One, two, three， 写一次先，然后我们自己做 A B C D， 全部自己做啊。A B C D 很快的。OK， 然后第四题 ，Cory 好了吗？第三题 ，OK， 第四题 ，Di kucha kacu kan 就是被混淆 ，confuse 很乱 ，Di bola balik kan 就是被是非颠倒，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搞错了。你 chora chori kan 是被人家画长线或者是涂鸦，然后这个所谓的你跟巴跟布干是那个大腿大雷啊，蔡徐坤是 gay 的，整个人知道，哇，炎亚纶是 gay 的，整个人知道，这样子大腿大雷，你们懂我讲吗 ？OK， 就是已经是告诉给每个人知道这个事情。然后我第五题的话，你可以看到那个字叫做门铃邦，就是称量；门西东就是算算东西的算。然后这个门无辜是测量测量测量，不仅讲一次这个字，不好意思，测测量 ，all right。然后这个门一热自己写啦，这个叫算哦，门一热也是叫做算数的算哦。所以你看 B 跟 Donkey 都已经是同样意思了，所以不可能是 B， 也不可能是 Donkey， 两个不可能一样意思的，都应该是选 A 或者 C。OK， 第五题啊。Okay, 先。然后自己做，给我两分钟，给你们两分钟。Okay, 回答我 one to five。Jawab soalan satu hingga lima。已经写完意思了啊 ？OK， 好，可以。谁没有来指正？静文静慧自己，静文静慧静茹自己拿那个WhatsApp 那边的那个照片按进去，然后来找那个答案啊，知道吗？Okay, 知道啊，来自己写。我讲答案。One, two,
来有答案了吗？还是公会，公会，快两分钟了，老师不可以这样的，老师这个有意思嘞。来，全部人给我答案，第一、第二，别看第一跟第二题的答案是什么？不看交换不多，有今天，快点，告诉我你们的答案 ，one two。OK， 来我们看啊，那顺着走啊。第一题，来别人看读一读这个 ，the lucky itu。The lucky itu digelar kerana suka bercakap besar tetapi tidak peka akan isu-isu semasa。什么叫 bercakap besar？ Cakap 什么？啊？讲话 besar 大，讲话很大什么意思？讲话很大声咯，说话很大口气咯。但是他却对那个周围的那个东西不敏感，对他的自己所发生的事情不知道、不了解，什么都不懂，嘴巴讲就厉害，可是问你的东西你什么都不知道，所以答案就是懂给听过送。听过送什么意思？你把那个罐头啊喝完了，那个 hundred bus， OK， 这是重重的嘛，对不对？你喝了过后不空了嘛，对不对？你空了 hundred bus， 放在地上大不大声？所以越大声的话代表什么？那个里面的东西是空的，就代表那人嘴巴讲话的话，头脑的脑呢是越来越小粒的，就代表没有什么知识，除了我之外啊。那所以我们看第一题答案是 donkey， OK。第二题换一换人，有今天来读第二题 ，the lucky door。The lucky door sebatang cara itu terpaksa bekerja keras demi kelangsungan hidupnya。Right, very good. 答案是这个所谓的那个克兰松啊，全部人写这个字。可是巴当卡拉是要济公，独孤一人，孤独一人。这个是什巴当卡拉的意思？几个一个人，一个人，孤单单。Right, 这个叫什巴当卡拉。Okay, 一个人孤单单。Okay, 写下去这个字，孤独一人。OK， 来说第二题是 A， 然后我再问回你们啊，一到五什么答案啊？文凯 ready 第三题来读一读这个，文凯 ，dear 什么 文凯来读 dear，dear rakannya kerana
suka menyapu ketiga orang lain sedang bercakap. Menyapu siapa tu cak cuy. Menyapu tu cak cuy. Orang dia dah cakap, dia bercakap cak cuy, jadi dia bercakap orang lain. Menyapu tu maksudnya cak cuy. So, apa jawapan yang lebih tepat? Ah, Wei Qun, anda jawab apa? A, tidak. Bukan A, ini jawapan A. So, Chloe, anda jawapan apa? Bukan A, bukan A, jadi apa? A 什么意思 ？A 叫做被骂 ，B 叫被挖苦 ，C 是被命令，还有 Donkey 是被反对。不要看照片啊！不要看照片，这个我讲不要看照片的。所以答案是什么？你觉得不是 A？C 不对 ，B 和 D 选一个。B，B OK 被挖苦，被人整 ，OK 被人整，因为他喜欢插嘴，所以不要看照片啊！不要看照片啊！OK， 答案是 boy， 第三题是 boy。OK， 好了，答案换人，进会读一读第四题，是 sebarang masala。sebarang masala hendaklah diselesaikan secara baik dan tidak perlu untuk menarik perhatian ramai。一切的问题必须好好的解决，而不需要。底跟巴跟波干，什么叫底跟巴跟波干？不需要大力的宣传给人家知道，因为这边有个关键字 menarik perhatian。什么是 menarik perhatian？ 会精会不会？信不信 ？Very good， 吸引人家咯，吸取别人的这个注意 ，OK， 注意力 ，Right， 吸取人家的那个注意力，很好 ，Good， 就吸引人家啦。OK， 这个叫做 menarik perhatian。所以答案是 Donkey 第四题 ，OK， 再走，我们看一看下面这边这个人，所以这个答案应该很简单啊，因为我们这边刚刚讲到的那个所谓的 B， 还有这个 Donkey 是一样意思，所以我们只能选一个 C 咯 ，A 和 C 咯，就是说我们的 C 咯，蒙古孤单啊，量地关，量那个地 ，All right，So 来换人啊，伟伦讲一到五题的答案给我听，第一题是，第二题是。A 第三题是 ，B 第四题，啊 ，D 同题第五题 ，C，OK、okay, 好，全部人自己做第六题，研究一下。如果你觉得对的话就同题，没有对的话就 A、B、C。我给你 tips， 没有同题去找 A、B 或者 C。跟我讲，第六题 A、B 还是 C？ 这个是一个大大把式问题来的，以下东西可能是对，可能是错，如果有错，好的纠正它。Okay, so 第六题 A B C D A B C 哪一个？啊，剩下对了，再来其他人。Number six, number nine， 不看交半样不读。嗯，答案是什么？吴晴，我，罗莉，去维伦，好 ，A 咯，答案是 A 咯。Berapa 是一个疑问来的吗？我们要放的是 berapa， OK， 好几个，所以就不难的 berapa 比较合适 for 第六题的， OK， A 咯， A 咯，第六题是 A。那七跟八自己做，我给你一个 tip 啊，第七跟第八只有一个是 donkey， 一个有错，啊，第七第八一个是 donkey， 一个是有错的，自己找。OK， 第七跟第八一个是 donkey， 一个是有错的。Bending 的意思就是叫做堡垒，来 ，B E N T E N G， 叫做堡垒，就是我要有一个堡垒保护我自己。对，第七、第八，研究一下，有一个是 donkey， 一个是错的。Seven， 哎，
来，七八。哎，直升进来了。At this moment, you finally come in. Hello, 直升。第七、第八，是不？第七题，啊，进入读第七 ，pengetahuan dan titikan agama。第七题。Pengetahuan dan titikan agama yang sempurna dapat membintangi.Membentengi, membentengi harap maju daripada kejaran sosial. OK, maju daripada kejaran sosial. So, 回到来这边的话 ，benteng 是堡垒，保护我自己，不要有受到任何的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个是 benteng. So for 第七题的话是 dongi， 没有任何错误，全部是对的。Titikan agama benteng， 然后 daripada 答案是 dongi 是正确的。OK， 来，欢迎换人，金辉，不，金辉，金文读第八题 ，khusus kemahiran itu，khusus kemahiran itu disasarkan kepada golongan bila yang kecerdasan di dalam pelajaran。OK， di dalam pelajaran 要改去 dalam pelajaran， 在学业里面 dalam pelajaran。OK，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那个还这个 Kursus Kemahiran 呢，就是说专给那些学生 ，OK 的成绩不理想的学生来一个所谓的那个学一个技能。所以回到这边 ，Golongan Belia 加去青年 ，Golongan Belia 是青年 ，Youngsters 加去这个是年轻人 ，OK 我们叫 Golongan Belia 的意思。对啊，走啊！来，我们看多两题，我们看到第十一题，我们 stop 一下，我们做一些别的东西啊。那第九题 ，All right， 这个字叫做 betambah， 它的意思，什么是 betambah？ 增加。All right， betambah 的意思叫做增加。所以我们来研究一下这边增加的东西。我第九题的 ，All right， 一会请读一个呢 ，berat badannya。OK， 他的身体已经增加了两个 kilogram， 体重增加了，不是身体啊，体重增加了两个 kilogram 在一个月，这个 OK 啦。我是每一天增加两个 kilogram， 不要会死人。好来，所以下一个的话，那个所谓的阿婆的健康已经是越来越好了，单八白，这个对，一跟二是对的。然后bermuda itu bertambah nasi， 这个音不按错了，不可以讲 bertambah， 要讲写这个。那个年轻人在加饭，加饭的国家吗？我有加饭，要不文 ，number 才是正确的。All right， 然后这个所谓的 I semakin I sungai semakin naik dan 那个所谓的满意 menimbahi。OK， 我是这个 membanjiri 的加拿大人，这个比较好是 menimbahi 就是满意那个水太多了满出来。OK， 所以这个是换生字，所以正确答案 for 第九题应该是 A 一跟二。OK， 一跟二 ，Are you OK 啊 ？All right， 说下去啊，我们8跟我们零八一啊。OK， 子森，你听到我讲话的，给我写一个 OK。子森，你刚进来 ，All right， 走了，下一个了，第十。OK， 子森 OK 啊，那第十换人，可以读第十。
第一跟第二。OK, operasi kapal pelayaran, 那个所谓的船，那个一个 operation 它结束了，因为它本身有这个亏损。OK, mengalami kerugian 就是有这个亏损 ，kerugian 是亏损的意思。所以这个错吗？有的错 ，impuhan 它要放的是 ditamatkan, right? Ditamatkan 它被结束，因为它有亏损，所以这错。然后第二题呢，这个。是对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台湾案 Freedom 在这个所谓的三不大哈拉案一度它结束了，然后他们道歉了过后，他们之间的误会就结束了。而 Gerai itu ditutup， 答案是 A， Gerai itu ditutup apabila semua barangan jualannya tamat， 改去 habis。 OK， 所以 for this 题是2跟3 A。可以啊，可以啊 ，All right， 走，下一个，好嘞啊 ，OK， 那个啥啦，第十一题，最后一题，我们就 stop， 我们做作文，我要让你们写一些东西，在你们后面那边做自由位置的，自己看这个第十一题这个字，然后给我讲正确答案，不是懂的 ，Semula 跟 Sekali lagi， 全部人自己做这个第十一题 ，Soalan sebelas。Okay, 自己来看第十一题这个答案，什么答案？不是。等啊。看我纸张先。OK， 第十一题什么答案 ？Sorry， boy， 大家听到七号讲答案了，是不是？明显了啊。所以答案是 boy 啊，这个 membaiki alat yang rosak itu， 所以题是 boy。So before 继续，我们来看看这边，请看这个文章 ，semula 跟 sekali lagi 什么意思？什么叫 semula？ 什么 semula？ Again， 什么叫 sekali lagi？ Again， OK， one more time。这样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三行字，第一个叫做 membaca buku sekali lagi。OK， 我要把这个 again 呢是放在句子的后面的，这是对的。然后如果讲这个 membaca semula buku itu 这个字它放在中间的话是错。OK， sekali lagi 要放在后面， semula 要放后面，还有这个 membaca buku itu semula 重新读那本书。所以给个结论我就是什么，就是说那个 sekali lagi again 这个字要放在句子的后面，明白吗？不可以放在中间，所以这是很简单啦、啊，我第十一题的。Alright， 好了，所以我们先 stop 一下。现在我给你们讲一讲别的东西，大家 ready 你们纸。OK， 最后一面那边，所以第十一题是 boy 啊。OK，before 继续啊 ，online 的朋友全部人跟我讲一个666先，全部人听到我讲话的话，给我写一个666，马上立刻 online 的人，快，全部人写，我确保每个人在。如果我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 ，OK， 777啊，这个不专心，扣分。Alright， 好了，说回来这边啦、啊。现在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 ，A B C D 不讲先，大家考完试我们学一学，让自己头脑清醒一下。你长大了，现在你来到这个 Form 3的 level， 你也知道一个重点，就是在 Form 3的时候呢，我每次写那个作文的时候啊，来来去去遇到的东西呢，都是关于到那个年轻人的，有发现到吗 ？OK， 都是关于到年轻人。什么年轻人遇到的问题有很多吗？有。年轻人遇到问题有很多，通常我们讲年轻人的话呢，我们可以讲两边，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好的方面呢，就是说年轻人的这个amalan positive， OK，
Abraham positive 有什么? 年轻人 positive 的东西有什么? 比方说我们的 爱国精神, 做运动, 读书, 好好的去这个所谓的培养睦邻精神, 好好的去拉好团结, 这些都是好的东西, 对吧? 我重复啊, 读书, 爱国精神, 国动了用, 国curriculum, 拉好关系, 那个培养那个团结, 培养爱国精神, 也是 Abraham positive. OK? 那坏的话就也是很多了。 年轻人坏的东西呢, 有讲的东西是叫做 Masala Social。 OK, Masala Social 是什么? 欺负人家, 霸凌, 打架, Vandalisma, Gangsterisma, 破坏公务, 吸烟, 吸电子烟, Bonding Scola, 这些都是坏的。 这些也是年轻人会遇到的吗? 啊, 你不要跟我讲你们没有 Bonding 过。 想不出吗? 是? 老师我从小学到中学没有 Bonding 过。 我只不过老师教书上次手我上好比较久一点时间吧, 那个也是 Bonding啊。 Alright, 有谁试过 bonding class? 老师教书接了一个班一个节35分钟, 你用了40分钟才进回来, 结果又是那么发力啊这样子有没有试过没有嘞有没有找老师上次说很讨厌那个老师老师一进来你就要上厕所有没有试过没有嘞还没用这招啊所以讲哦原来可以用这样子私下两个一起去改改然后就不见了雷霸雷霸也是一个问题知道什么叫雷霸吗 雷霸什么意思 没有目标性的没有目的性的去游荡，雷霸也是一个issue。像今天，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所谓的好的或者是坏的，年轻人应该有女朋友吗？他这样问吗？不会了，又想了问这样的问题。 OK， 哎，你会这样回答 ？Alright， 所以我们看这个，我们回答这样的问题呢，我们的这个作文啊的一些题目，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呢，他如果他探讨的东西啊。 是关于到年轻人的话，他一定会问你关于到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原因，第二个是方法。好处有另外一招，今天我是跟你们讲原因跟方法，好不好？就是说，不管你的题目，它如果是关于到那个所谓的关键的东西，是一些问题是关于到为什么年轻人们会迁入在这个马斯洛社区，还有。 方法怎么样鼓励年轻人做好的事情 ？OK， 如果你的题目是问这样子的话呢，你的答案只有那几个吧。OK， 要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你的答案只有那几个。第一招就是我们的那个最靠近我们的人，我们的 Beha Ibu Bapa， 它是一个原因弄到你变坏，它也是一个方法让你变好，讲反义词罢了。什么意思？要反义词？ 比方说，为什么小明他会吸毒？因为父母做工很忙，没有时间照顾小明。小明可以做好任何东西都可以，所以小明吸毒。怎么样解决小明吸毒这个事情？父母要多抽一点时间来照顾小明，反义词罢了，明白吗？他如果问在 K 班，你可以这样子用；他如果问在这个所谓的卡拉安，你也是可以这样用，没有问题的。这 point 是好用的，父母，因为你的题目是关于到年轻人嘛。 明白我讲话？如果你题目关于到年轻人，除了父母之外，还可以用谁啊？还有很多啊！你在学校里面最 friend 的是谁？你的谁？你的朋友，对吧？你跟朋友讲话还多过你老师跟老师讲话吗？对不对？你会不会突然间，哟，老师，what's up man？ 然后跟老师high five，跟他 打击那个掌样子，会不会？不可能吗？然后跟老师一起跳那个 flower man， 不可能的吗？ Alright， 你看到我讲话吗？所以朋友是一个影响，所以我这边有写了一个字。 叫做 Bengaru Rakan Sebaya， 什么是 Bengaru？ 就是影响，朋友是影响你的，你也影响着你的朋友，朋友也是影响着你。为什么孩子们会 bonding 什么啦？朋友教，走哦，不要上课咯，闲的这堂课啊，听过啊，走啊，听过啊，听话 ，right， 走哦，弄脚个脚弄断它，不用来走路来补习啊，弄断它，弄断啊，你们懂啊，那是谁啊 ？right， 这个也是一个朋友的影响。 将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选择对的朋友，照顾好你的脚 ，OK， 这样你就可以来补习了。哎 ，If you know， you know 啦。All right， 下一个点，这个是来讲法。第三个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到你呢？学校啦，是有学校，很好用的这些方法。学校，你的问题如果是问原因，你可以讲什么？学校为什么会弄到孩子们？ 变坏，因为学校老师只是顾着好成绩，忽略了学生们的 moral 有的话讲了，这样要怎么样解决问题？反义词，学校老师要更加的严厉 ，set 那个所谓的规则。
抓啊，所以如果不定抓扣分 demerit， 感动死过了，忘死过了，掉在那个学校门口晒太阳淋雨惩罚，把脚给弄断，永远不会绑定，推到楼梯上来。All right， 这个东西是过了，有好处，没有不少，有原因也可以写学校。你明白我讲什么吗？方法你也是可以写学校。Okay, follow， 别看不累啊。All right， 然后下一个，下一个，还有谁？媒体，这媒体不只是讲 TV 的，它不是讲 TV。它也不一定是讲 radio， 反正你们现在用的那个 social apps， OK， 你不要讲小红书的华语字不会的，小红书、抖音、快手啊，懂快手吧？哔哩哔哩啊，懂吧？哎，不要讲这些，我们讲一些大众化的，大众化什么 ？Discord 可以讲 ，OK， 然后那个 YouTube 可以讲，啊 ，Instagram 可以讲，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啦，可以讲，你要讲一些老师懂的，你不要在那边写不写不顾 mirror。Seperti buku merah telah mempengaruhi minda kita orang. Senang yang mengerti buku merah. Aku tahu buku hijau, buku biru. Okay, aku tahu buku merah. Ini kita akan cakap. Jadi, kembali, anda boleh tulis TikTok, tidak ada masalah. Anda boleh tulis Xiaohongshu, tidak. Anda tulis TikTok, boleh. Instagram, boleh. Facebook, boleh. Ini adalah media. Kenapa media akan mempengaruhi anda? Kerana media di sana ada beberapa orang yang berjalan. Mereka membuat sien. Mereka sangat cantik. Orang yang berjalan di luar, di Qing.然后就很帅，哟，然后一直唱那网红出口歌，你们就跟朋友一起唱，然后网红在你家做花朵，他也是可以。Right， 明白吗？网红拍拖了，我也想拍拖。Right，Blackpink 拍拖了，对不对？懂不懂这个事情？知道 Blackpink 有男朋友吗 ？Blackpink 的基数你们认识吧？啊，你不认识韩国吗？喜欢中国啊？你认识吧 ？Blackpink， 你不认识 Blackpink 吗？黑色、粉红色你。哎，认识吧，认识啊，你懂激素吧？是吧？你他懂吧？你不懂？你懂他不懂？哦，可以给别人讲废话了。所以别人看你懂 Blackpink 吗？别人看，要不然我一直讲 Blackpink 好像有点没有意思这样。别人看 ，Do you know who is Blackpink？ 懂。讲他华语名字。啊？黑色、粉红色。OK， 好了 ，So Bengaru Media Masa。OK， 我们拍拖，我也要拍拖，这样子 ，something like that。这样怎么样解决那个问题？那个 media 马上要 stop 掉它 ，All right， 要 stop 掉，要好的去播放一些正能量的东西。那下一个 ，Kerajaan， 政府要做东西。所以你考试如果 anything 关于到年轻人的，都是可以用这些东西。政府怎样帮你？政府怎么样害你？政府做害你的东西，就是说那个原因为什么让到孩子们？还是会绷定的，为什么弄到孩子们还是不爱国？因为政府没有认真对待这个事情。这样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政府要认真哦，来解决这个事情，明白吗？所以你的 Form 1到 Form 3里面呢，最常问的问题呢，肯定是关于到惹麻雀年轻人好的还是坏的。而你要问的问题是关于到申报或者是敲热的话，你都是用这一招，父母 OK 影响，然后这个所谓的朋友影响，还有学校 ，media masa kerajaan， 你可以讲为什么孩子们会 bonding sekolah， 父母没有认真的去对待孩子，忙于做工 ，OK 找生计。你可以为什么朋友会弄到你们 bonding sekolah， 朋友你不敢去拒绝你朋友 ，OK， 然后为什么学校会弄到你会 bonding sekolah， 很闷，教学很闷，老师顾着好学生罢了，没有顾着我们这些差的。然后媒体呢，媒体觉得那凸显一个视频 bonding 很爽，或者是凸显那种 bonding 的快乐， OK， something like that。 政府呢，政府没有努力的去抓去执法来到 bonding 的，怎么样解决啊？怎么样解决？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我们的父母一样要用好好的方式抽多点时间照顾好孩子，看好孩子。然后第二，我们要选择正确的朋友，对的朋友，正能量的朋友，像我一样的朋友。All right， 然后学校要好的设规则，就反映时报，你们懂我讲吗 ？OK， 然后 media masa 呢，媒体播放多一点正能量的，播放一些所谓的佛歌，佛正经的，那谁绑定就听那个歌300次。All right， 让你永远不绑定。OK， 一有怀念就播首歌，富裕变态。然后 Pihak Kerajaan 就是我们的政府要讲座。
执行法律或者是那个说醒觉活动 campaign 可是的了，爸爸，给我问一问啊 ，Chloe， 跟我讲，如果你现在我的题目啊 ，K 八就好，旁安就好，我讲为什么学生们会参加 Vandalism？ 你的问题，你的答案要讲讲，讲两个 point 给我，用这边，随便两个选出来，为什么学生们会破坏公物？嗯，怎么不要以为我们怎么弄得好破坏公物，父母太过怎么了，太过怎么样，太过忙，然后太过忙，然后讲讲太过忙，然后没有时间怎么样管那个小孩子， very good， 再多一个原因，为什么孩子们会vandalism 啊，为什么不要说啊，是一个 issue 弄到他们会 bonding 说啊呢，啊，就刚好到好的学生没有注重那些坏的学生没有理嘛，对不对 ？OK， 慧琴，怎么样鼓励孩子们爱国？哦，年轻人吗？怎么样鼓励孩子爱国？爱国是好事吗？所以谁可以做这五个？比方说，随便选两个，谁可以鼓励孩子们爱国？爸爸妈妈为什么？他们可以多花一点时间陪伴他们自己的孩子去看那些国家的庆典，国家的 museum， 让他们明白国家的好，对不对？这个一个方式吧，多一个 idea。啊 ，Media Master 怎么样？播放多一点视频、影片，关于到国家的英雄。哦 ，Media Master。来，七号，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年轻人会？吸烟，两个 idea 啊，朋友影响哦，朋友叫你吸你就吸咯，拒绝不了 ，very good， 再来。哦，明天他说吸烟很帅，我很眼前那个人吸烟很难摘哦，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就是这样子 idea。OK， 伟伦，怎么样鼓励爱上读书？谁可以鼓励？你，父母咯，父母一起先读书先，大家一起读，父母不要玩电话，大家放下一个电话，看到你父母拿电话丢电话，一起读书，你把你手机放在他面前，你读科学，他读手机了 ，OK， 啊，他要教你，你要教他，拉近关系之外，也可以好好的确保你爱上读书，啊，妈咪每次讲完不要玩电话了，大家一起丢，一起丢，丢不丢？一起丢，一起丢，你丢我就丢，我们永远两个人都不要玩，好不好？啊，这样子来讲。妈妈一定讲不出话了。OK OK OK， 你赢你赢，我不丢我不丢啊，是哦。All right， 可以威胁的吗？跟妈妈讲，跟他谈条件，读书啊，来读来读啊，我给沈佳丽，你给我那个所谓科学读，一起读，跟他 fight。OK， 来多一个原因，多一个方法。不要说了，怎么样鼓励读书？很多嘛 ，program 名目跋涉，让大家一个所谓的去图书馆啊。啊，鼓励学不学生们交流啊，读书啊，也是 OK。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skill， 一个方式。所以遇到 K 八六八那几个一定可以用到的，明白吗？但是你要解释，比如说你不能讲一步啊，不罢了，你要解释，怎么样解释？请看我这一边。All right， 那所以我们先看这个黑色的东西先，看到吗？黑色的东西全部看得清楚没有 ？OK， 我们就先介绍 Masala Social Reminder， 就是说我们年轻人。他遇到的这个 masala social， 包括了鼓励，包括了我们的这个 bonding sekolah， 我们的 vandalism 破坏公物 ，gangsterism， 吸烟 ，sit vape， 电子烟 ，vape 叫做电子烟 ，rock electronic， 还有这个 venturi。OK， 然后我们的 point 没有写错字啊，国语是 point 啊，英文才是 point。这样我的 idea 我们 刚有五个吗？就是父母啦、朋友啦、老师啦、媒体啦，还有 Krajan。所以这些就是你的解释。如果你题目问的东西 ，OK， 他是讲这 ，Alright， 为什么孩子们会做买这些东西？你的原因就是孩子们太忙了，父母太忙了，忙于找生计。Mencari rezeki 什么意思？搵食。知道什么叫搵食吗？广东话咩嚟嘅？完整早次做工，然后没有时间看孩子的举动，有些是宠坏了啊。Chloe的妈妈
每一年口一生的送他一间家，宠坏了。然后每次口一讲，妈咪我又认不见锁匙了，我讲不用紧，我现在马上补另外一间家给你，又有多一间家 ，right？ 这是口一的本分，爽不爽？口一现在十五岁，十五间家，他家是一层一层买，得上房一层一层 ，OK？ 对 ，OK？ 买到口一二十岁啊，妈妈没有能力了吗？妈妈已经买了二十间家给你了，是太累了，好嘞，实在太累了啊，宠坏了，宠坏了。OK， 好了，讲废话啊。那收回来这边方法一样的反义词，妈妈没有时间，这是负面吗？原因吗？方法就要正面反义词，讲反义词罢了。OK， follow。OK， 讲反义词而已。反义词什么？就是我们的父母要有这个责任，还要负起这个责任，监督关心孩子们的一举一动。I watch you。OK， 我会看着你。All right。OK， 好了，把它给抄下去。这个，我们今天写完这一部分就 stop。OK， 先写完这个讲解呢，先把我这个所谓的 Masa Social Remedia 全部抄完，再像我这样子放三个格子 ，Point、Sebab、Cara， 写这个 Ibu Apa 的这个重点。OK， 写完三个，可以吧？看得到吗 ？OK， 先我们看一看这边。那本阿鲁拉干斯巴耶朋友有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大过你的，第二种是小过你的，可是跟你们最 friend 的一定是跟你同年龄的朋友，对吧？好了，所以 Rakan Sebaya 的意思叫做同年龄朋友的影响。所以为什么朋友侍奉到你们变坏呢？因为有时候你们朋友叫你们做事情的时候，你不敢拒绝。Tidak berani untuk menolak ajakan kawan， 你不敢拒绝你朋友的那个邀请。啊，走咯。去 bonding 哦，哎，对啊，你也是去啊。然后，所以我们要怎样解决？我们作为自己的一个学生，一定要懂什么东西是对，什么东西是错。我们要聪明的去选择正面的朋友 ，can follow， 选择好的人。再来，学校只是顾着成绩，却忽略了孩子的 moral。你不要讲 moral 的话，我们可以用别的字 ，akhlak。什么是阿克拉？这是品德。我认了，就是你估着成绩好的学生，哦 ，A， 100分、98分 ，good。对，但是那些学生们的品德呢，却忽略了。通常我认分数越高，越没有礼貌，对吧？认同这一点吗？哇，你我认多少分啊？89分，哇，这个一定是人渣的。OK， 了解吗 ？OK， 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朋友？我认越低的人呢，他就是越好的。你都我认多少分？39 ，Oh my God， 我人才 ，OK， 这个我是很欣赏你这个人的品德。不要讲废话了啊！你们认同这个点吗？没有试过，不认同。然后我们的 Dapkan Bradran， 所以我们要怎样解决？我们要好的 set 一个比较严厉的规则来教导孩子们对跟错。OK， 要先写好先了，一步一步来。